PicoCure 第二代皮秒激光，三次就可以帮你 heal 所有色斑。市面上咁多皮秒祛斑，点拣啊？要选择最好嘅皮秒激光，其实品牌同埋仪器机嘅产地咧都好紧要噶。咁现时咧就系美国嘅仪器机为最顶尖噶啦。美国 PicoCure 第二代超皮纳秒祛斑，无论系深度定系舒适度，其实都远胜于其他嘅激光技术。以前用其他激光去做治疗，至少都要八次先可以清除到色斑。咁而家做 PicoCure 三次已经 OK 啦。咁次数系远远咁少于以前噶。全球唯一四波长皮纳秒深入皮肤嘅最底层，就好似将一嚿石仔打到细沙咁细，再将佢经由身体嘅新陈代谢排出。点解要打 PicoCure 啊？听讲打完会反弹噶、哦。PicoCure 已经获得美国 FDA 嘅认证，安全可靠，品质同埋稳定性都有保障噶。比起早两年生产嘅二线品牌皮秒，或者韩国、内地其他国家生产嘅仿冒机，系难以媲美噶。咁而且打完之后系不反弹、不反黑。点解唔揾医生做啊？安唔安全噶？我哋有美国嘅 review 色斑分析仪，好似 AI 咁，可以全面分析你系属于咩类型嘅色斑。咁而且我哋所有嘅治疗师都有丰富经验，正所谓熟能生巧啊嘛。首先咧，我哋就会全面打一 round 嘅，之后再针对有色斑嘅位置再打多 round， 咁 total 会打两 round 噶。咁其实即时已经会见到效果噶啦，浅层斑可以做到即时减淡，咁而深层嘅色斑咧都起紧作用噶咯，只不过一次未够就要打足三次，完成三次嘅疗程之后就可以清除所有色。副石60分钟全面做，快啲登记啦！